我们今天又去取快递了，取了好多快递。看看，这是我老妈晾的粉。哎呀，小宝贝儿啊，嘿嘿，你怎么跑出来了啊？你怎么把绳子都松了？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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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来，好来，摸摸摸摸摸摸。哎，好乖好乖，想我了吧？啊，就拿快递你就这么想我了啊？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嘛，是不是？嗯，好了好了好了，我要卸东西了，你帮我卸吗？好多快递呀，看到没？哇！这么多的快递，我得把前座拿一下。挨个卸吧。这就开启了我爹一天啊最幸福的时刻了。来，老师傅，赐你把上古神器，你挤啥？佛伯乐，来，佛伯乐。哎呀，快拉倒吧你！看我们这个开箱神器。就这个上古神器开箱能没好东西吗？啥东西？这谁的？关键是，哎呦我去，都掉了呀！种花的，一个箱子，能组成两个小箱，不给拼上啊？放旁边吧，这个哈。我不知道干啥使，我拼的。种花的，就给你种菜的。啥玩意儿咱都不懂，还种菜呢？嗯，就是四面一拼，这是底座，放土的。嗯，拿。哎，掰那头，你掰那头。哎，好，还有个角，这便宜，看到没？这么大两个小箱，要往哪儿一放也好看。这个重不重呢？哎呀，这个不用拆了，拆了吧，来吧，轻轻的拆，不然一会儿吃前得拆。娘，晚上吃酸菜呀，酸菜到了。我一看就是啊。轻点，啊，太深了吧，这酸菜滑漏了。哎，翠花酸菜，买两箱，倒一箱，有酸菜吃就妥了。好，放起来，下一个，这你的来。我这你不用看了，看看我要看。看不好。我看看啥玩意儿，我也不知道。妈，不是，这是我二姑给你寄的，好像。你二姑寄的。嗯。你二姑寄的是那个药证。你还有什么事儿瞒着我？还有证啊？啊？还瞒着我娘呢？妈呀，你果然呢，娘啊！啊，这是我娘的。我刚刚说，我爹怎么还一张银行卡呢？娘，你的社保卡。快到了。到了。哎呦，这啥呀？这是篷布。这买了两个篷布。这篷布呢，本来说是盖那个。给他孙子盖那城堡的，结果一回来，老师傅已经那个四楼不盖好了，这就留着吧。这边，这个也是篷布应该，这是个大篷布。哇，这个大袋子挺好，哎，银色的是比这个蓝色都感觉能好看一点哈。这个是干啥的呢？这个呢就是用这个做这个的，这个有点小，然后嘛天热嘛，天热就不在那个帐篷里吃饭了，就在这儿吃，在这儿吃嘛有时候有太阳，然后这有树荫，树荫嘛也能透点阳光，所以我老爸说就跟我老爸一商量，就弄一个篷布大一点的啊。就是厨房带大客厅，因为这个浙江啊到夏天就热了，所以说你太阳晒着肯定热的啊。这里有个大树，树荫，树荫下面再放一个篷布，这样的话整个遮阳啊遮雨啊效果就会好一些，对吧？我们这个就是花了几十块钱就可以解决我们这个厨房和餐厅这个大问题了。所以这个常年安家这个深山呢，好处就是随便弄一弄就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这啥呀？那我爹继续开了啊，这是我的小鱼竿，人家放车里的那个小鱼竿，小一点的，据说这个很短很短，还能调节长度的，就适合这个便携的嘛。你看人这有米数的，看到没？看到没？3米、3.6米、3.9米、4.5米，我的最长可以达到4.5米。这样子看看啊，就这么长，还挺轻。嗯，这个大刀真好用，这大斧子啊，还没用它剁过骨头呢。说买骨头，给我妈炖那个剁骨头的，结果买回来骨头还没买到呢。就开始开箱了。哎呦，这小罐头这么小啊，买了几盒罐头。吃罐头呢，这么小瓶的。这个为什么买这些罐头呢？其实也是为了这个是做啥呢？也是做这个是什么库存的。做什么库存呢？就万一怕这个疫情严重，现在这个不太好说。所以罐头啊这种呢就是水果食品呢备一些，因为你要疫情的话买水果也买不到嘛。隔几天呢一人吃瓶罐头不也挺好的。所以这就是有备无患。这有啥？这给你买的，爹孝顺你呀，省心老说你那玩意儿呢没有油没这没那的。老说打火机没油吗？啊，我也没打火机，我要啥呀？哎，有，买油送打火机，同款的啊，对不对？你这好好用丢了我告诉你可不行哦。好，我也不用啊，你都高级了吧，这好几万块钱呢。你快高级了吧，高起来干啥呀？看你挺可怜的，连个打火机用都没有。我不要，我也加上油就行了。哎呀，油了油了油，好了好了好了，一点都着啊。
这打完油啊，一定把它关好，不关好的话容易出问题的。看一下，着了吧？我爹老说给他整个打火，上次给打火机我买了没买油，是油有，这次我特意买了三瓶油，再送个打火机。这纸巾，快拿走，拿走，拿走。这也没有赠品，他没赠品，不是真的，你买三瓶油还给你个打火机怎么的？嗯，着了。猪头肉，啊，哪来猪头肉啊？那你看，能看出猪头肉来？啊，板蓝根，这个我说备点什么膏药啊，膏药和这个板蓝根。这个呢，万一这个是有时候感冒发烧上火呀，吃一点。这个疫情期间呢，多备一点这些药吧。老头老太太，我老爸老妈他们容易那个风湿啥的，待会车里也备一点，去哪块玩想喝也喝一下。来，这一箱网上买的药品啊，这是个网上的大药房，买了好多药品，当地买也麻烦，而且我发现网上的药房很多药是比那个药店卖的要便宜的，而且你去药店买药啊，它很多是给你的都是杂牌子的，给你烂推荐。啊，品牌药它一般不怎么推荐大牌子的，反正没听说过。但是你说阿里健康，哎，还挺贵的啊。备了一些这小片的这个维 C 啊，我老爸这个给他买了一些这个哮喘嘛，这叫布地奈德吸入什么剂啊，60C的这是，买了几盒。然后这个还有我老爸这个救命的药万托林，就是那个拐弯的哮喘必备的，也买了一些。我怕万一这个疫情啊，宁可过期扔了也别不够用。万一疫情到时候你疯了出去买不到，你说你这哮喘的药你怎么办，对不对？还买了好多盒这个啾啾感冒灵，因为老爸他们用，大家都可以用的这个。还买了一些维生素 B2， 没毛病。嗯，抗疫情啊，这个维 C、维生素 B2 家里备一些啊。万一上火了，这个嘴巴烂、嘴角什么的，口腔溃疡啊，吃点 B2、维 C、棉签都是就是这些药了、嗯。到时候整理一下看放哪里吧。然后这里还带了两袋面粉，啊，不是面粉的，这个生粉。你知道为啥买这个生粉吗？土豆粉，干啥不娘？哎，实在没啥吃了，咱可以自己甩粉皮吃啊。澳洲，哎，澳洲能吃的。那你就像你喝那个什么玩意儿，喝那个藕粉，那一期就喝这个就可以。这可以的，喝淀粉啊，就当藕粉那么喝、嗯、一样的。这个呢，我准备做那什么，没事的话大铁锅嘛，然后做那个做凉粉，哎，做点凉粉、凉皮儿、大拉皮儿，用它做可以。这个凉粉对，还可以做什么？做那个粉条也可以啊。那粉条咱们不会做，但是我做这个凉皮是可以的。做凉皮，做凉粉。哎呀，看天热吧，我多怕出汗。嗯，手手的这汗。收拾一下。那我们通常一次采购呢，在山里面啊，就是快递到不了，但是我都是去取，然后基本上攒个3-5天，快递有十几个了，我才去取一下。要每天取也麻烦。下午还得有到的。还有是的呗，每天都有到的。买东西呢，就是他现在山里面唯独不好的地方，就是快递他不给送上来，你得去那个附近镇里面去取去。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关注我，了解更多房车生活，明天见，拜拜。